飘，翁勇阿唔掉阿婆婆行阿婆走，安尼叫做徒劳无功嘛，事倍功半，安尼是真无好。啊，所以透过学习，就去建心里老师对这个道的这理解，了解这个道，咱来修道，咱叫修道嘛，咱叫学道嘛，咱叫办道哦，咱行道，最后爱行道。啊，到底什么是道？其实就我家己嘛感觉哦，这对这个道的意境的体会，那不够深入啊。哦，爱情比比例，咱台湾都体会这个道，体会老师讲的这个道，咱台湾都达到老师要讲的这个思想。哦，啊，不是经文，安尼看，看就会晓。你看在咱，做第二十当前开始推广读经教育，囡仔读经啊吼，囡仔读经。读经教育，那我一部。台词，一句台词叫啥？读经百遍，啊，一句嘞。都在这样子的起义之线。啊，不然呢，咱就发，就顶天看看头头来讲，哦，你读《道德经》一万遍哦，有那你也无深入去研究哦，无可能去看看，咱就了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无用心投入去研究，你进入伊的意境，是遐文字一直读，一直背，一直念，一直背，就会当听懂。啊，那必须爱想，有时候爱讲的吼，爱心跳，心吼爱投入到你跳啊，哦，是应该讲爱跳心，发这波罗蜜多时，哦，这个发这波罗蜜多爱跳了的心，啊，发这波罗蜜多是啥？用咱的地位，是用咱的意心，啊，现主持咱个人咱社会上吼，这些作为其实拢是用咱的意识心在做，啊，用意识心呢叫做优位。优位的作为是无法度去引导主的这个意见，啊，所以咱感觉真在所难测哦，就遐真正，伫咱这江苏特定经班的江苏班的常务哦，就遐感觉，尤其是，好候选然后自认在所难测，啊，来遮今仔占用咱各位先生九十分钟的时间，啊，各位先生报时九十分钟互咱学学，哦，咱学学呢吼，可能讲的过程吼，伊那袂解事实。这是咱个人的体会意义，哦啊，不过呢，既然是大家把时间计出来，咱要也是尽力啦，吼啊，不足的所在，咱各位先生要多多包涵，哦，那也要嘛比较呼吁啦，吼，因为咱拄好讲咱个刚上班的现场无解决，哦，也要感觉我们的层次学员啊，班员的层次哦，无够管啦，吼啊，就讲嘛，无够管，所以咱希望讲咱其实咱个人够做些做优秀的讲师，无去参与到这一班。哦，无法度徛在海这个台仔顶，为咱每一个道亲，哦，道亲台上来遮说这个话，真可惜。听咱就发一种叫做乌合之众嘛，而且讲一寡婆婆啊、先生啊、生活的历史，讲实在有要愧对咱各位啦，吼，对咱注意的时间。哦，咱来遮坐一天，注意一下布施一天的时间，哦，咱这个讲师，啊，所以咱这个讲师讲出来道理，我都对咱注意一下帮助，因为我感觉真正是。安尼比较得体的福气哦，所以也要有那好用啦吼，咱真侪真好个讲师，啊用咱个前辈者吼，要在要设定制度，要有弹性哦，啊无安尼有制度讲是好，啊毋过有制度安怎，就限制，限制，就有一寡人会互摒除在外，一寡优秀个讲师、优秀个人才被摒除在外，无机会出来。啊，这个人们叫做劣币驱逐良币，好的讲师无好歹才发挥，安尼是较无彩哦。啊，那又要在遐筹钱哦，啊，就来遮吼献丑，啊，讲班门弄斧哦，又要感觉呢，真的是有愧上天的吼。啊，所以当然，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啊，当然，那你让慢慢修正，慢慢调整，啊，好，咱会得着，啊，你会学习的过程，咱愈来愈好。哦，那咱今仔日。我好要同咱讲伊分享哦，报告的叫做是咱道德经的第十章，哦，第十章的文有较长一点，稍微长了一点，哦，无紧哦，咱也要待会的逐段哦，同咱各位先生分享。我讲到这道德经哦，因为咱是这个顺序来在头一边开来讲哦，所以咱后续文啊，同咱各位先生分享一下对道德经的这个感受啦吼，关于这个脑子道德经。哦，啊，拄好讲老师的意见非常是，哦，要了解，爱做些实验。哦，啊，不过老师伊有顶下一个精神，
大部分会讲你问过足侪人，你感觉道德经互你的感觉是啥？其实就是这个无为，哦无为。啊，什么叫无为？无为是逐项拢卖做啊。我著逐家带我佚佗，我家庭的责任嘛卖负，啊，我著拢咧出佚佗嘛。哦，其实毋是安尼啦吼。我做的无为是因为安怎？你对道的体会，哦，对道的体会，体会到有去深入了，伊知影安怎做。他是下刀，无下刀的代志，唔卖去做。啊，所以世间事千千百万种，师尊来讲吼，天下平平，平尽天下世间多，唯有安啊，修德不磨人。所以世间的任何代志，看哪好，就无修德一件代志好。老子也是同款的看法。世间任何代志，和修德无关系，和德无关系。对来讲拢无必要，所以当初讲无为，唔免做遐济。所以咱做任何代志，啊，谈道无关系，其实我们就不要白费心力。为虾米？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道的分派。啊，人来人世间行这撮路，目的是安怎？最后就是要回归这个道嘛，回归道的本体。啊，所以人生的这个过程，就是要回归道的本体。那要那回归道的本体，就是要透过修行学得。啊，所以老子的无为是已经领悟到这上深上圆的意境。啊，所以咱每个人是啊，拢爱下得吼。所以老子的无为是因为下得，他是无为，不是大家代志拢不爱去做，人代志拢不爱去做，那不是真好吼，真快活。不是安尼，是咱爱去掌握这个道的关键。啊，所以这才是真正无为。那无为展现出来呢？叫做自缘，然后，啊，什么叫自缘？自缘是因为无为哈，无为，不是有所为，所以叫自缘。那有啊，今仔日看大家练功这场课，啊，用真侪时间咧思考了吼，这叫做有为啊。所以安怎袂出自缘？拍来台顶会紧张会喘吼，啊，讲话安怎袂顺？大家看写足侪道理吼，想足侪物件吼，啊，写写下。啊，搁一个台顶者。一个地位高深，咱玉祖教读册，毋捌字，前段伊我都留下玉祖大经，这叫做自性的流露啦吼。自性的流露就是下道的展现啊。所以咱今仔日若我都透过修行学道，从咱这个心修甲互咱的，咱在讲，咱早头前面在讲，学经典爱深入心性，心性爱我都深入啊。所以咱的大家的心吼，咱的细心来修习个，我都按刚才你讲的叫明心见性，真如自性展现，展现出真如自性，展现叫做会发光啊，发光啊，会发光自性光明自性语言。你看咱顶讲一面道理，无界啊，自然无碍。所以咱啊，咱来照做特别自然。自然是讲咱在讲，啊，你谈的是包含自然的吼，七七彩彩迄种自然，不是的呢。老子的自然是对无为来，无为对于下道而来。哦，所以咱的自然是自然娱乐，就像一个囡仔，小学生，咱好学小朋友，好好叫伊参加就是演说比赛，啊，未毕业吼，这个讲点点。啊，演说比赛就是上台去做演讲，啊，首先互伊题目，啊，到尾讲到一个题目，唔知，互伊知影有几个题目啊，所以咱家己去想，想些内容。三个题目想想的了，会抽到倒一个唔知，啊抽到了爱安怎呢？啊所以来先去准备遐文字稿，啊甲背下来，啊你背过程啊呐，足乱的吼，足也反正就是文字啦。咱后续要讲就是讲，人要解开单点，会自然的展现，拢是已经安怎？遐物件已经拢融入伊的心内，然后伊是靠演技的，靠演背啊。就像咱看完神元山的戏剧房的 Andy 有无？进前跟咱陈正义的故事嘛吼，啊，佮佮老正义的嘛吼，迄 A 馆你另爱安怎？所有的台词要安怎做，拢记到一千米册，毋是演技的哦，演技演出来一定会出色，有资源。啊，所以真正资源其实是一种慢慢的心性合为一体吼，资源伊会去展现出来。啊，所以咱修行学的是空洞的，所有的空洞就是讲来遮研究道理，来遮听道理而已啊。咱所学到的任何的道理，拢要用来行持，不是来研究学问，不是来研究知识，
研究讲哦，到底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吼、哦，这句话哦，我捌偌济，我对伊了解到偌深，伊是安怎？有法度将这句经典用伫个咱个日常生活当中，将经典的意境安怎融入咱个心中，展现出来，这是修行的究竟个艺术。佛学、佛教、对佛陀传一直传传到近2500几年，佛陀讲，前500当叫做正法、正法的修行，后来1000当叫上法，后手呢，有看到迄个资料，讲100当啦，应该是是个字啊，叫末法。那很主持就是佛法的修行，那有啊，迄两天网络搜寻一挂资料，看到一个人在写，讲哦，然后佛陀咧修行有哦。哦，甲佛陀讲哦，讲你好通接团哦，我来接手。意思讲哦，我要干扰你佛法的传播传递。佛陀安怎讲？佛陀讲无可能。我佛法是正法，是不二的法门。你这声说哦，你无法无可能干扰。佛就继续讲，无我用什么方法，我来甲你干扰，几项吼，咱就讲一时无比较清楚。一项一直讲，到尾啊，吼，讲安尼好，我上尾啊一步，伊每一个方法讲，有条拢有法度甲讲，伊无可能来破坏我的法。最后，吼，讲要用什么方法？我要化作你佛陀的弟子，插入你的修行人的内底，来甲你破坏。佛法是义就是安尼，所以魔会出现伫咱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。咱的周遭，周遭，有做些魔来甲干扰，其实遐魔是别人，拢是咱家己藏在咱的心内尔。哦，所以魔不得非常的艰苦，流泪涅槃而去。阿姆哥喏，不得，总是还是，所以不得说，其实无法，干嘛是安尼传？所以传到即马即个时阵，叫佛法师，魔一个一直出现，阿姆感受无？很多的诸事的妖怪，那是魔偌在应有，这种是家己知、家己晓的物件。我所以到咱即马这个时期，无法时期吼，咱主要是安尼讲，这就是讲，经典甲无法时期，传佛法，目的是啥？佛陀传这佛法，是要叫你学佛法啊？佛陀传佛法，是要让你一个修行、明心见性，了脱生死，解脱轮回。啊，佮到现主持到佛法时期，研究佛法的一大堆，教我的一大堆，是毋是安尼？咱看佛教的寺庙就好，寺庙本是互人逐个人供养嘛，吼，供养修行人，啊，修行人说法互人解脱，迄个寺庙即摆拢变一去啊。咱咧文章有滴个，逐个网络会咱能看，哦，寺庙变成一种谈条件的场所。我设一个功德箱吼，你著来布施吼，我著甲你保庇，够有影。若真正念经的，你爱啥？你有一句对联啦，安怎讲？意思啦吼，文文啊，晓得袂？意思讲，若念经，我都去抵这罪孽者吼。魔王敢会惊这修行人啊？意思讲，遐师傅的修，魔王敢真正会惊伊啊？后壁佫一句咱晓得袂记啊？啊，所以主要意思要讲就是讲，佮无法事，其实。大家拢重表象，独重教化，佛学经典摕来修持，摕来做研究。哦，咱来修，咱来道场，虽然拢一直讲强调爱听听道理，吼，来学道理。啊，不过确实讲，咱若是以保持将我来研究这个道理的心态吼，来去看待咱这个道场啊，千年老来经典吼，安尼是非常的可惜，非常的拍算吼。浪费了咱人生行一回，怕算了咱来去拄着这个，这是真贵的。人讲明书之性利之短，传互咱这么好的物件，你即摆咱这时代、咱这时势，资讯这么丰富，咱要找什么资料，要看什么资料，这么简单。结果嘞，咱这资料、咱这资讯，都只是资讯嘛，无法度深入咱这内心来去认识，这是真大、上大、上大一个错误啊！啊，过来得到咱这个民俗一致，三宝老上啊，点样说？咱师尊师母一路安尼，甲三宝传落来，结果咱的三宝拢是求到伊当听完了，放伫边啊，拢唔知影三宝是要摕来创啥，我都去亲近这三宝，确
是讲咱今仔日来去度节啦。请问，对方讲，我请问你是什么宗教？我去灌得，啊，无你去灌得，拢跟你有啥？哇，讲袂出来。啊，我就跟你有，咱昨天咱一个讲师在讲嘛，研究四书五经，研究三道经典。啊，无你咧修持啥物？各位先生，咱咧修持啥？修持在来去办啊，修持在来参加啥物活动啊？休息办什么冬令营、夏令营啊？这是咱的休息吗？各位先生，敢是？不是啦，这就是外想的工作啊。咱有宗旨，佮偏偏啊，咱足侪人拢唔知咱的宗旨是啥。哦，那一管地主该做的工作是啥？该做的休息是啥？纵使知道，那有在做吗？那平常时啊，等于处娱乐时中，各位先生，我们都在做什么？咱就真正去宽观自己，咱的三宝。有在跟我讲嘛，二目所学，那个像十亿所学观，啊，手抱儿童哦，啊，默念真经，但人家别人会去讲哦，因为今仔讲的第十种，其实就是老祖在教咱如何修持，该如何修持的一个功夫啊。所以咱来客入咱，到底咱是来只听听的哦，祈祷求求的了，等于讲你着等于度人，度一个人，三分功德，上天保咱七分。要趁公趁这个公定吗？这是外在行为。有啥物？有啥物要去度人？因为咱家己感觉得好，咱体悟这个得意境哦，咱好爱修持，咱展现出，展现出咱该有的一个方法。你管领导教，领导教的方法哦，咱做江苏江苏的方法，每一个德气展现这个方法，去感受每一个哦，去感染咱周边的每一个人。哦，咱好好讲咧，不是讲咱袂好。我怕增加宗教，那有啊，这一阵子哦，深刻的感受了哦。感觉咱一道场参观一二十天来，家己的脾气毛病拢无改，哦，个性真大，脾气很大哦，得失足侪人。为虾米？因为我们缺少反观自省啊，欠无去注意对自己观察啊、觉察啊。那无多觉察着咱即摆咧起虾米心念啊？为虾米？因为咱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我们的心。心是看袂到的哦，心绝对看会到的。看会到是用目睭去看，用咱的真如自性去看。哦，咱会当去看咱这个时阵、这个时刻，哦，咱在想啥，咱在做啥。拄到一件代志的时阵，咱是压咱的个性，压咱的脾气，还是咱有觉察到，咱在压性地压脾气，当下安怎制止？这较是咱伊有时阵去做，咱这个工课，就我感觉就是碰有时阵无咧做。代志来啊，吼，用咱一些心理注意，囡仔来扰乱啊，吼，脾气来就来啊，就甲骂。啊，从听着无好的话，就甲引转去。咱我落去当下，用咱的真心去应对。哦，这拢是咱修行的一个功夫。那这个功夫是讲，就你听听就会哦。这个伊就始终不断去练习啊，去做的。哦，所以来道场，得到真好的物件，转去。好啊，应用甲兴起出来。当咱有一天做到我落自然语言的发露的时阵，人听一句话，我的真如的心会展现出来。我的祖先来讲，啊呐，该安怎处理？唔是野性地，唔是爱计较、爱比较，是由咱的真如自性、祖先展现出来，安尼就去做，这个叫自然呐。哦，唔是讲我的欲望的自然呐。叫你来上班哦，来坐哦，唔通讲话哦。啊，食物件着爱轻声细碎嘛，来安尼点点啊，食啊坐啊坐又好，上课爱专心。我嘛无人来上课，一般自然就好，爱困就来困哦。啊，想要讲话就想要讲话。这种自然是啥物的自然？是咱脾气的自然啊，是咱动物的自然啊，是咱生理需求的自然啊。哦，是咱累世累积这业性，伫咱藏伫咱心内，个精气在天的自然。不是咱啊，是咱真如自性顶面的自然啊。所以要有咱真如自性顶面，不是耳朵听一听，嘴巴讲一讲，哦，不是这种嘴上功夫的顶面啊。啊，应用的上去，啊，伫伊就使用。每一工看一寡时间，自我关照，关照咱今仔一工做啥物代志，起啥物心念，然后看咱的心是毋是我都收得来。就是咱的心，拢安尼用筋，含出去行，含出拖去走啦。
他说讲，咱若习惯，咱的心意欲始终拢是互咱的用金安尼拖出去，一支手机啊啥的，唔知影啦，像咱的小朋友，电脑一开的，袂控制，咱将安怎甲断完，网络甲断掉，我都删。那咱的心情是嘛呢？用金安刚充电的时阵，我拖伊，收袂转来，一支手机啊啥的，一直看一直看，两点钟嘛不赢。我以为这种事情后续做过，我因为从来没等到亏了你哦，你主要准备准备资料，看看看，网页店哦，购物网站看一下，什么网站看一下，是不是拢呢？咱的心收袂转来，因为这个功夫爱练心啊，啊心呢，要放出去，真简单啊，哦真简单，因为啊，咱那叫六根哦，六根有六个啊。要收得来哪一个啊？六个较简单，哪一个较简单？六个要讲究较简单。啊，所以是要用功夫的啊。把这个功夫点点个存下去。那其他对，那是其他对咱修炼学道有帮助的代志，其实咱来无为啊。不要耽误咱的时间，咱的时间心力。啊，所以你大家真正无为，对这个道。对这个利的心力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师尊甲咱讲，不偏利而修德啊。这理念你定要正确啦理念正确导不了嘛。啊，理念道理若不深入呢，师尊甲讲理念啊，道理若无深入，会错误嘛，就会发生真侪错误啊。啊，深入爱用功夫呢，深入不是讲我听听就深入了哦，不是这样子，还要简单就好了哦。就免遮尔侪修炼啊，用尽一生的时间，用遐尔侪心力咧修啊，伫自我调整啊吼。啊，遮拄好上看到啦吼，拄啊，这是伊个商业周刊这一期嘛，拄好去带囝仔去书店看到。最近上时行即个人叫做绕境啊吼，妈祖绕境，商业周刊去分析妈祖这个绕境的活动，现状有法度遮尔成功啊。这标题咱主要卖个讲嘛吼，伊讲啊讲风妈祖吼绕进幕后的炼成术吼，伊一寡风险吼，诶伊呢，你妈祖绕进今年百家非常的企业化、现代化、科技化、企业化，哦也有医疗团队、有科技小组，佮他们游戏公司结合，佮他线上互你碰过，互你线上 boss， 就厉害了，厉害。那后续讲这個，哦，佮这就是我刚开始第一次伊来看我啦吼。个人只是讲，即网页水就有啊吼，你分析咧。那许个要讲这個，即讲咱学员学个，那学员学个，看人即成功，咱要学伊安尼嘛。或许不是说一定不要做了，不过咱的宗旨，咱的基本啊拢无，要有人嘿，即叫做越向上的追求啦，即叫义务员啦。所以咱咧真清楚咱。来到这个世间，得到这个，咱这道啊，到底咱的宗旨啊，吼，咱目的是啥？外在的目标是咱这个基础起来好了，才要往外面走的啦。啊，所以咱后学会讲的是讲，就是这样子啦。也许有一些宗教吼，他对我讲，嘿，上天说法改，妈祖这吼，来真来供啊，都是来供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宗教品牌，宗教吼品牌吼，啊，这些吼，这都是优秀的一个作为。啊，不过也要感受啦吼，当然这是咱妈祖的一种的，那叫伊的啥伊的应运吼，还是啥？这个名言主要做袂记要怎讲。因为啊，咱后学听咱，因为咱后学无看吼，是咱学校的太太讲，伊讲伊在绕境之前吼，其实嘛是爱爱心食菜。因为造成这个叫做无食菜，哦，因是讲班车，啊，所以这嘛是吼代表因咧做个方向，迄个理念嘛正确，哦，所以你看我都愈办愈好。啊，过来遐学下，就许个讲这是叫要推广咱各位先生去追求这个吼，这个不是重点，咱个重点毋是遐，毋是遮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咱后学曾经看咱一个朋友吼，去年啊前年伊就去参加这场有两礼拜，来去行两礼拜。爱惊，伊惊在归干掉，伊讲因为有代志，伊总是等。等完了，伊就讲做感应。去参加了，伊生理状况变偌好吼，啊家庭，啊是事业，啊是迄落代志，拢继续顺遂的。伊讲吼，真正去参加这吼，妈做有保庇啊。咱
后续要讲这個，是要讲哪讲？即卖世间世上，足侪人，伊甘愿开两礼拜去啊，行到要死了啊，要去得到迄个所谓的妈祖的这个庇护。咱修行学道，到有咧想安尼，行到这辛苦，这个辛苦。啊，不过呢，不要去讲的是讲，他们宁愿花两个礼拜的辛苦，啊，不过咱咧修行学道是安怎？一世人的修心练性。因愿意去安尼行，行到要死要活，啊！佮因无愿意，佮伊的个性、佮伊的脾气、佮伊的毛病，是伊的信念。所以咱修行学道是咧避我好者，咱修行学道是往内的一种的修持啊。这种修持的功夫是比起外好做些工课安怎，较辛苦啊，佮较需要安怎意志力啊，而且伊成就是上大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。往内即种个自修，诶，即个功夫咱无要做，可惜咧，咱拢一直往外要去做外口个工作而已，肯定是千千百百个错误啦吼。哦好，还是啦，咱占用一寡时间讲咱前头一件。来，咱今仔日个经文第十一章吼，咱就遐念一句咱各位先生吼，对咱好好念啦吼。在应别跑音，在应别跑音，连无离吼，连无离吼。专去地流，专去地流，灵应以后，灵应以后，得度贤人，得度贤人，灵无出后，灵无出后，爱民治国，爱民治国，灵无治后，灵无治后，天门开阔，天门开阔，灵无出后，灵无出后，明辨四达。明辨数德，灵无为吼，灵无为吼，心智觉智，心智觉智，心疑不忧，心疑不忧，为疑不思，为疑不思，众疑不在，众疑不在，是为偏得，是为偏得。我因为道德经其实是历史安尼传出来几个版本吼，所以我看到版本含咱学校下顶关的字无啥共款。哦、所以不管哪个版本啊吼，咱就咱好好的用这个版本啊，啊，各位先生分析。哦、所以咱免斟酌伫这个文字上的无同吼，咱重点是去知影老师寄来这个字。啊，老师的咱学校讲的是咱个学校的字，就对不起老师的字。啊，所以各位先生如果有更好的想法心得吼，会当课后慢慢好好交流然后。啊，今仔半个时啊，我发个人小小的一点的心得。哦，啊来，咱因为老主一章一章就是安尼，咱又要搁过来分啊，因为先就像咱讲的，我发我都去完全表达老主的意哦，所以咱无甲分章节哦，无讲啊，这个这段是啥意思，那段啥意思哦，咱一句一句哦，照这个顺序哦，就去讲落去然后，来看头一句哦，在应变跑音。灵无离吼，哦，那这载就是那车去载物件呢。啊，这你讲咱的身躯吼，咱的身躯呢，顶管有这个阴片。哦，啊，阴片一般的解释叫做魂片啦吼，魂片。啊，这魂片大家讲到最详细，讲人有三魂七片，每一个魂片拢有伊的功用。啊，不过咱主要今仔无讲这吼，因为咱对这其实研究无解释。哦，啊，刚才讲的是讲。老师讲，咱这身躯顶边有阴片，哦，啊，阴脉那讲是咱的心啊，吼，因为阴的那才像咱讲经营哦，咧作用，咧运作，咧叫阴。啊，阴其实人的阴有当时也是咱的心的一个用作用。啊，片是咱这个将官的这个身体，咱这身躯吼，咱是医学咧讲啦吼。咱身躯有一寡物件叫做自律神经，叫做免疫系统，这物件是咱的心有法度去控制。是不是安尼？我那无容易控制咱的心跳啊，我那无容易控制讲咱的巴肚安怎消化，我那无容易控制。啊，这物件是先在控制，我那伊就讲你讲叫做魂魄啊，叫做控制咱这心骨。啊，然后你讲呢叫做韧体，什么叫韧体？比如讲，它造光碟机哦，光碟机个气的以前那造出来，有些专门在控制伊安怎运作的这韧体，它叫韧体的。那咱这用的这个程式啊，你看。软体，它一体之间就是还有一个液体体，还有一个叫韧体，你知影吗？啊，人身躯嘛同款，
咱的心要控制咱这身躯啊，内底有种种精密的这种的理论在内底啦，所以医学要研究咱这身躯哦，有通无法度研究到非常的透彻哦，因为太精密哦，无法度逐项拢看个样清楚。啊，所以这物件就是叫做影片哦，在控制。啊，所以底下那边讲这心。啊，老师讲嘛吼，在影片跑伊，咱这心身躯吼，甲这物件拢在伫这吼，人一人，一个人的代表就是看到这个形体嘛，这身躯。啊，老师讲爱跑伊，跑伊，什么叫跑伊？这伊有两种解释嘛。第一点就是合伊啦，是那个合智慧，啊无智慧吼，袂使分开啊吼，所以后壁讲连无二吼。哎，合而为一吼，袂使甲分开。啊，人咧讲，啊，到人咧身躯就好好看下到呢，就调整好了，人咧一心，当时会分开。其实咱的心吼，甲咱的心，其实嘛常常分开啊。哦，最近有一出电视剧，非常有名，叫做啥？我们与恶的距离。在讲，在描述真伟大吼，正解在湖北开朗。一个类似的故事，哦啊，多些些人就会当去遐看。啊，一部电视剧，其实我们与恶的距离，啊，看恶啦吼，这恶多端的恶的距离是偌济，其实无偌足近的。多些时阵，其实咱拢在做恶啦。啊，好，咱来讲这个。啊，内底在讲重点来讲，先讲遐人，有一寡精神异常，应该叫做失觉失调。输感，人的输感、输入啦吼，就是咱的心的这作用、意识的作用失调去啊，代表从咱的心物分离。你讲这个病，这个病，我再叫做精神分裂啊。现在精神的分裂，我的一个心物，我的精神跟我的心物是分开的哦。我这样看过一个电影，有一个人，伊人格分裂有在八种啊、九种的人格的。哦，伊无同款的时间，伊会当个家己当作是一个查甫的。佮过无久，伊佮当作是一个查某个；过无久，当作是一个囡仔；佮过无久，佮当作是一个少年。啊，伫做出奇怪怪个代志，因为啥？即叫精神分裂。啊，哪个安尼？有老早时，有老早时咱坐伫遮吼，做白日梦。就是庄子、曾子哦，有一边在困，做梦梦起啊，梦起变成一只蝴蝶，伊遐吼佮飞，吼飞到偌快乐、偌自在吼，偌欢喜个。用用钱来，真住着刚才讲吼，我多少钱是只鱼啊？啊，我即马钱啊，之前我只鱼啊吼，做老板做我是一只，我是庄周啊，我是珍珠啊，我到底我是鱼啊？是鱼啊是我啊是庄周的是我啊？啊，即个是一种假假真真的互相混淆啦吼，错乱啦。啊，所以人来这个世间，因咱对这个人世间看袂透天，其实做这时阵咱拢分裂。咱的心跟咱身躯其实会分裂，啊，所以心跟心来跑伊来合一，啊合一，心跟心跑伊吼，啊人这身躯吼，无同款的身躯，就无同款的作用。那咱的心拢会叫咱的身躯拖来行，啊，今仔行到天道的身躯，诶，咱的思维拢是天道的思想，大部分啊吼，咱行到坤道的身躯，诶，咱就坤道的思维啊。是不是呢？所以人讲女人心，男人摸不清、男人心其实女人也摸不清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因为身体不一样，思维就无同款。咱今仔囡仔的身躯，咱拢安怎？囡仔的想法啦。咱囡仔的身躯，伊想着大人的想法嘛，少啦，少数。为什么？伊迄过程还袂到，伊还袂大汉，伊我都体会大人的迄个心境，迄个感受。所以身躯一直影响着咱。咱心啊，包括咱身躯拄到的肉体去感触肉体所带来影响，这非常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。咱的心是容易叫咱的心感化去，咱的身躯差不多物件，有咱的意识啊，有咱的脾气，有咱的欲望，咱的心拢叫拖拖去啊。啊，所以你跑因就是讲啊，咱这身躯，咱这心要有啊。哦，身躯做主人还是心做主人？要搞清楚，所以咱咧修行学得，咧修持这个过程，啊，找着咱咧清楚啦。
哦，那咱记住啦，是心，嘛不是心意。还佫有一个叫做性，咱的精神。那道家咧讲，咱这性其实就是道，对吧？所以你伫中庸来讲，天命之谓性。哦，其实这性嘛是对天来个天，伫道家的天其实含道家讲的道，其实是相关意境。啊，所以到底向哪来射出啦？啊，这跑音，所以他对我讲，音雷的意思叫做合一，是咱的性心心，哎呀，合在一起。那合在一起，你讲到这会有，你讲我想要做啥，我先不对我来子，啊，我哦，我啥，我随心所欲啊吼，我欢喜的安尼，啊，我爱人骂就人骂，哦，合一嘛吼，我心，我先不叫我取个新的意思，是这个意境吗？不是安尼，所以另外一个音的意思就是安怎？因，另外一个因，就是你来讲这个本体。咱要合因，咱有一个本体，爱对这个本体去合，不是合咱的身躯，不是合咱的心意。咱的心有太侪不足啊，贪嗔痴三毒，这就是咱上大的干扰啊。咱的心内有无数无明，藏在咱这个心内，不断在讲啊，在咱内壁以前，藏了太侪累世的经济。创伫即内底，所以咱的心不得清净，哦，毋是清净的。所以咱来去入抛伊，就是咱来抛，即个抛就是一个用功的，甲骨啦吼，咱用心处，咱都要去抛。抛爱就款，有时候会有迄个干话啦吼，得一生二反复音，啊固调调。过先前啊，我都讲，啊我都安尼固调调嘛。袂啦，咱来只道理听听好吼，好是好，等下就袂记啊。有啥物抱不住啊？很快就放掉了，崩掉一样。所以抛，这抛是有时中，是一时哦，是一世人。对我头前老师讲到的，人是心退，是算功成。这是经书讲的吼，因中而得万，数而后已。一世人的行为，甲死海说。哦，所以咱来抛因，抛嘛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啊，要安怎去做？啊，这个跑珠是啥在跑？所以咱去明咱这心嘛，找着咱心内这个真正主啦。我即摆咧起心念，咱觉察会着。我咧起一个善念，还是起一个恶念，还是我咧起一个害害？我咧起一个善念，哦，我咧起一个污名。心内我都觉察，你觉察这个人是啥？你讲出来，还是无？我拢无感觉，没有感觉。哦，那是真害呢。所以咱这水在这心，这珠啦，那个吹出来，找到它，哦，所以讲叫做第二层，还有咱对外讲嘛，明心见性来吹掉。你这种需要用心的吼，人需要用时间去察觉啊。无察觉是变当关照啊，要吹无出来，那是变当去关照我即摆这心念，就这心恶，还是讲我伫起什么心念？哦，珠啦爱吹出来，哦，这个是重点哦。所以咱拢做外讲在因变跑因。咱的身躯辅助所有啊，啊耶稣人是啥？找到他，然后来报仇他。啊怎么做？功夫是啥？就是后壁迄五项，其实就是一个功夫啊啦。哦，所以头一个来讲，抓来哦，哦，过来咱后续要讲的来讲，过来咱这六句吼，老祖拢来讲念什么什么好，啊其实是一个疑问句啦，就是不是困念？啊。这艺术是安怎呢？咱先那边单独列这一章哦。艺术就是讲，老师来讲，这是一个目标。啊，要到尾啊呢？这个目标咱个放掉，你也不要讲哦。心已不有，为已不息，动已不在。爱达到无为，这些到后来是要放掉哦。所以这个乎是一个目标，可是爱不一定完全让这个100%。比如讲，无理在因配跑因，咱的行心起合因。这个无理好啊，讲咱伊就是种种可修了的。啊，不过总有时间，咱也是爱来爱将咱的肉体放掉啊。从咱要过后的一天，咱也是爱离开咱这肉体啊。最好还是要离啊。过来想咱后壁是有要讲的，零烟以后，各位先生，咱即摆拢大汉啦，咱看怎修，看怎修哦，看怎做哦，无可能变做囡仔啦吼。啊，当然讲咱咧学囡仔意境啊，啊不过咧。纵使我们再怎么样的千万个努力哦，那马伯克林像小孩子一样，阿伯雷拉呢，他们现在努力吧，哦，所以有要刚需啊，弄出可能
讲的这，以前那边用灵什么什么吼，意思就是讲，无错，咱安尼做，啊，不过咱袂使执着讲，我一定爱做安尼，袂使变作有为法啦吼，袂使变作有为法。包括咱的道场所做一切工作，其实到尾拢爱是咱头先讲是有缘意缘啦吼，不是有所为意。啊，所以这是要到尾啊，咱嘛是要甲卸掉啦。过来第二句吼，专提地狱连烟机吼，我在这讲这气，这气吼是咱中国思想上的一个特别的物件，气，这个气，啊人嘛是要有这个气，精气神吼，气降低中子，啊气是咱来讲咱咱来讲咱啊，而且咱咱看做是咱的呼吸啦，呼吸啊人就是要吸这个大地这个气。啊，老祖底啊，伫只讲爱专气，啊，专气就看啊，难道啊，我要专心的去呼吸吗？啊，呼吸我袂爱去遐注重，无去遐注重，其实嘛是会喘气啦吼，啊，咱无可能通无喘气。啊，过老祖底只讲专气爱地柔，是讲即个呼吸吼，气吼，诶，运作爱啊达到柔和。哦，咱各位先前来回想一下啦吼，咱在喘气。咱人在喘气上冰顺，其实应该是在睏的时阵啦吼，啊，就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，真准的。哦，迄个时阵，麦当讲是真柔哦，真均匀。啊，搁伫咱这二六时中有足侪时阵，咱的气感我都安尼柔，真柔和，真难。对我感觉真，咱的气真容易去往这身躯去影响，尤其咱的身体。生气吼，生气上大个特征是安怎？我一个好无，开始安尼讲，气就开始来啊。安尼哀伤的时阵，一个气嘛安尼；快乐的时阵，一个气嘛，起伏不定啊。所以咱人的气吼，呼吸啦，我来讲，以呼吸来讲就好。真容易在二六时中，因为咱这身躯去拄着的刺激也好啦，影响也好，咱的气是。袂顺的啦吼，袂柔啦吼，莫讲顺袂顺啦，袂柔啦，做个破洞，为虾米咱叫身躯破去？所以老祖底讲块专气，就是讲，把这个气专注伫咱这个气的顶端。啊，虾米叫专注？就是把咱心放伫咱的气内，所以就是咱在第三步有讲的吼，哎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目睭。八分下两分开收啦，咱这个鼻啊，看咱的鼻啊嘛，哦是哦，看咱这个呼吸啊，那呼吸会当观咱的心，所以咱啊人啊讲，人咧起性地，讲你太认真，深呼吸，还是讲你咧研究，深呼吸，先当个深呼吸，啊这个气哦调平，气啊平心的嘛，都要慢慢啊平哦，慢慢冷静的。啊，所以这专体地流咧讲，就是讲咱这吸，因透过咱这调整咱这呼吸嘛，是咱这气的这过程，把咱这吸慢慢啊变落来。所以中文咧讲嘛，咱得道是咧讲，平心静气，有无？跪天地主，啊不，平心静气，眼看佛灯。啊，所以咱爱平心静气。心病气就安怎就会静，啊心若病了安怎，气就会和啊。所以调这个气调安尼悠悠真悠真悠。啊人，那我如果这个气控制安尼病病悠悠吼，其实要生气那困难，我要生气也困难。啊哥呢，这种是一种的功夫，很不容易。咱人要透过调整呼吸吼，咱即马坐伫遮哦，各先生，你专注咱的呼吸哦，咱注意你的汗。为虾米？咱呐，咱互咱的呼吸哦，吸入来，咱呼出去，这个频率拢变紧，拢咧变哦，无大啦，细啦，拢变。这样子的呼吸哦，吸收的氧气量其实是有限的，哦，有限。所以呢，咱人哦，佫很耗能。虾米叫耗能？就是消耗足侪能量。各先生，咱讲咱人上耗能的器官是啥？其实是咱在闹啊，是咱在闹。咱科学家拢有讲哦，讲咱人的大脑，讲人类只用个大脑的5%哦，袂讲用到10%。
后来去了到去研究，有时啊，做咱人哦，脑已经较少啊，有时啊，脑我都100%开发。啊，专家拢研究啊，我这脑哦，分什么左脑、右脑，或什么脑、什么脑，啊，每一个脑有骨节，无同款的功能和作用嘛。啊，不过去了到研究了讲哦，就是咱头发看的一个报道，讲哦，其实咱脑大部分拢有研究，只是安怎，咱的脑我都同一个时间全部作用。因为全部作用哦，咱的能量无够，安尼脑作用，咱的身躯其实只系用养分不够，所以咱的脑会分工，分时间、分时阵来去运用，安尼较多节能哦，因为人要活落去哦，袂使消耗太多能量。啊，所以咱人咧起心思的时阵哦，起头壳咧起意念，咧杂思妄想的时阵，其实做耗神的，咱的这个精气神啊，浪费咱的精气神。啊，所以咱如果讲咧调整这个专题地理的这个贵点，咱若无都把咱来闹精落来，哦，咱真紧就混沌啊，混沌就是讲困去啊，对吧？对吧？昏昏沉沉，而且我们吸的那个氧气不够啊，啊，所以咱咧专题地理，其实是贵啊，咱这心思爱拢爱静落来，所以人咧喘气，平心拢深呼吸，心会慢慢静下来，因为脑能量不够啊，所以心跳就要减速了。然后就要安怎加办一些运作。啊，若头壳都硬咧，想这很多好的代志，想这我想的代志，心跳就开始加速，因为能量不够嘛。心跳要加速，你缺啥？缺氧气啊，所以爱往那喘气啊。有些气咱也卡来。哦，所以专注地流，不是一种专注在咱这喘气而已，是咱对咱这心量做起，然后对心开始接。透过咱这呼吸、呼吸啦，我是讲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这到尾就是里面咱这心，完修到咱这心，完规个静落来。啊，这是一种修持的功夫啊。完得到第三步，其实嘛是安尼讲啊。我安尼讲要所学嘛吼，爱舍大天巧啊，什么调整呼吸嘛，其实这种吸啊，这种是一种的功夫啊。我这种需要咱不断去。练习，我说短期地理，啊，这个是演技，演技，什么是演技？哎，一件来走，哎，是演技呀，伊就是海动哦，海童哦，演技是可能一手来一种，差不多三个月啦吼，一回进阶，半当进阶，我这边我一定要做扎实，做起来多啊白多啊走。演技，可能一手的演技，伊要分别心哦，伊要分别意识。伊个心内只是啊，知影个食，知食知困尔吼，剩个拢啊拢唔免需要遐尼济，食较好吼，伊拢无要紧，吼啊，饲啥好食吼，只要伊食会饱，就 OK。伊无像海童，诶，你想看会出来呢吼？即个是我妈妈，即个是我妈妈，即个是陌生人，无爱互抱，无爱互伊摸，要食啥好食，当然会歹食，就你退掉。是真嘞，所以有分别心嘛，分别意识。啊，所以咱平咱专注地流是爱修啊，一切柔软、柔软哦，身也柔软，心也柔软，连每处处拢真柔软。啊，是因缘嘞，好多分别意识。有分别意识人会分好歹，会变化不同嘞。看到好就害，就处，会出一个色啊，一个心啊，或者一些心。想要去处了，看到讨厌的，想要去排斥，啊，这拢是无够久啦，啊，是爱为何我想演戏的呢？哦，啊，演戏嘛较无情趣哦。好啦，这咱来讲先真哦，啊，无别讲袂完，我过来。过来，头一个讲啊，调咱这气，啊，咱这心。过来呢，啊，得度现浪。什么叫现浪？那是文字上看者，得度。毒就是少毒吼，激是用最细，所以老主管讲吼，一种你偏辣的这个物件吼，我们是较清清的，那个用水去洗，代表爱清甲非常清气啊。我们是保护身体就好哦，那个用淡的去洗洗洗，啊，顶个连灰尘、垃圾拢嘛洗好清气。哦，过一阵子拢有变少过，拢知啦。我用最细，有些物件真正做歹清气啊。啊，不用最细呢，有些做麻烦啊。做麻烦哦，比如讲咧洗目、纱窗就好，目汤啊，迄个目汤，
这样一波啊，是热天气拢会说，啊，说就搁我放啊，吼，爸爸到可能搁到我们店里负责。啊，不过这呢，这开始真正的功夫啊，虽然麻烦，啊，不过这开始真正的功夫，啊，我都达到真正的效果啊。啊，所以电炉是用水去生气，啊，什么叫热浪？咱先来讲这个浪啊，浪就是去看嘛，去阅读啊。这泛指吼，咧讲一般咱的地形、学问，包括咱去看到这资讯，哦，这物件咱会去看去。尤其是嘛，这时代吼，手机啊、拍开网络一条去，哦 ，Google 一搜寻，什么拢有啦吼，什么都找得到。这物件咱嘛就去看到去接触到，也是咱物件去用到，这拢是一种的浪。那这种浪哦，去看到去用到了伊。咱的心内三情意识，这意识藏伫咱的上比较深的这个如来中内底，还有还有啦，观想识内底，变作天荡，老祖叫做天荡，什么叫天荡？天叫做天自由的，看未出来，感觉就是那个啊。我同你讲，我